喝急了，你们喝急了。这俩孩子吃吃饭，跑这儿玩来了。这是你做的呀？爸，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咱们逛夜市去，有那个五毛钱一串，在那个小什么五毛钱，一毛钱一串，一毛自行车，自行车圈子大的五毛，一毛是吗？忘了，反正抽一次奖，在路上抽一次奖才五毛钱，能抽到娃哈哈酸奶还有洗发精，一毛钱一串。我认识一个卖串的，就那个小孩在那就买了一串，一劲就蘸那料。出了那料，蘸着吃。后来那个卖串儿说：“我给你两串，你吃完赶紧走，行不行？”小孩就说：“给他两串，小孩蘸完料走了。”啊，那我学会了。他那啥的，就买了一串，他不吃，就在那出了吃料料那个芝麻那料嘛，蘸料出了完蘸着。说明了什么问题？原先串料好吃。对。吃串不吃肉，光吃料。小朋友，我再给你两串，你走吧，你别在这上吃了。完了，那小孩说行，给两串就炸完了，那就炸完了，撇着走。你看着吧，我在那个旁，我在旁边种奶奶嘛，那时候。干啥买？烙饼。烙饼嘛，做面食嘛。旁边摊儿。我妈刚跳完舞过来了，我们姐俩去接她。那吃啥？快点看看吧。是，买了个半拉西瓜。跳舞跳渴了，就想吃点西瓜。给我妈点了个冰粉。这啥呀？冰粉儿，冰粉儿，是不是像那个像饮料似的？像果冻似的，凉的。他给我做过，是吗？是吧？小孩哭了。那明天扫吧，哭不开才行，别哭了开。这颜色真年轻，这颜色，这颜色这是一对色，不是，都有绿的，这有的不少，我昨天就主要是，他媳妇跟他一样，他带色的，他带色的，他带色的，怎么我妈来了之后，我爸冷场了呢？我爸是绿色的，他俩不说话，他们俩不说话了，我爸又点的五花肉，这谁点连的啊？都我点的。哎呦我天！大成，五花肉。连的。连的。给我姐夫吓得跑那头去了，喝不动了。你这完犊子，老爸给你喝那样。我爸吃五花肉，还是五花肉香，是吧？对。